况之下，宋城送闪啊送什么的，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之前统计过，赢反贼或内奸赢的局是2%多，就不是说完全一定是输的，有那么几局是赢的。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，它是对的，但是你在路人群，你只能有这个想法，因为很难去贯彻的。但是倾向是这么个倾向。准备好，今后女王的差役。翁怀明，你好。乱世开始了，雷少。感觉到了新的魂魄。嗯，这把我太后面了。杀！南门入侵白瞎了。神光不灭，心力不绝。杀！闪！雷杀！杀！杀！闪！中央加一开大的情况之下，一般是没有多杀。有多杀的话是不装加一开大的。大左慈，不会打我吧？青龙双股剑，你这个不打左慈大白开，火杀，对啊。昔日有恩，昔日情，不是，是这样的。你贾诩主，贾诩主是拼前期和单挑的。这是这个组的强度，你起手开大，那就是要人死，打先手的，打先手。地球上还没有一个人打新手，说我打左慈，左慈一定是个反的。地球上不存在这种东西。既然你选择打先手，那就要承担这个风险了。那如果说你现在开大了，你选择打了先手，但是又不去打那个一血的，他把左慈救起来了。接好嘞，九。他把左慈救起来，还是左慈自己救的？左慈自己救的吧。新人转世，一去无返。悲鸣。我还会从黄泉里。让我来。啊，左慈自救啊，那没事了。冰凉寸断。马良要带我了，无懈可击，无中生有。单挑只能这么说，单挑确实不强。但是你说单挑完全不强吗？那也太武断了。单挑确实帷幕还是有点凶的。决斗，但是这个不是贾诩主优势，一个主攻的优势永远都不会在单挑的。你说孙权单挑强不强？孙权主的胜率高吗？坚壁清野，以挫敌锐。得无单行，伏必双。两个男伴已经没有了。借刀杀人。顺杀。从孙者生，从刘者死。你说你这个马车，对啊，后面有个布置，那还不如给我呢，给我还能过一张牌，给你吧你就嫖没了。多行不义，必自毙。对，既然他认我忠诚的话，杀。身外之物不要也罢。顺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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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顺手牵羊，无懈可击。
想一想啊，我要不要防一下无邪？顺，顺杀，顺杀，我防一下无邪啊。为报君恩，挥墨写尽腹中书。无中生有，无懈可击。欢迎信马，晚上好。九，杀。冰凉寸断，顺手牵羊，过河拆桥。慢着，加油，让我来。九，好牌只用一次，怎么够？他有桃。化手为攻，出奇制胜。江南重义，东吴尚德。转眼间繁华尽，寂寞如旧。我要摸个山。从孙者生，从刘者死。哎呀，这傻了，没闪，那我也不一定摸得到闪。主公，尽可放。胸中丘壑，化作百卷诗书。无中生有。雷杀，乐不思蜀，天都。不过贾诩中不中的无所谓，中就中吧。买了赶紧起个刀，这个局还是难打。这个局我们下个人打的是钟会，我会带这个路的啊。但我得先摸到山。慢着，让我来。我接好嘞，居天地之间，观天象之变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别锁连环。杀。五谷丰登。啊，曹仁裁决确实强，这个也就曹仁能苟成这样了，换别的早撑不住了。兵精粮足，守土一方。身外之物，不要也罢。这个局啊，曹仁的话就会 面临一个局面，四号和八号这两人会同时在场上很长时间打出。
别之苦，好求悲乱世之跌倒。哟，这谁啊？不知没杀。杀。嗯，不过也确实是要救一下。三缄其口，兵粮寸断，明智矣。无懈可击。镇守千阳。将军恩爱百端，妾身何德何能？徐庶，你这么多桃子、啊，将军的厚爱没杀，只怕奴将那还行，洗手了，那这一波还行。德者能受多福。不过我们挺难打的，如果说五号是内奸，七号、八号是忠臣的话，顺手牵羊，无懈可击，挺难打的。杀，乐不思蜀。哦，这个乐漂亮，这个乐还行。哟，今天要跟昨天一样，这个乐这么水了吗？昨天的乐非常水的。嗯，好，天家好。过河拆桥。嗯，那就有点不好打。自行车好，你我推心置腹，哇塞，能相负？他断杀了是吧？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是挨草皮的？铁锁连环，火杀。嗯，大展宏图就在今日，直接洗了吧。乱世陈情，字字血泪。我咋觉得主公这一波有点强，很强，不是有点强，很强。徐庶没逃，不知没逃，死他了。哦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还好不知留了个逃。乐不思蜀。哎呦，我的乐能不能水啊？我有个桃园。擦嘞，别人都可以添度的。赶紧给布置奶起来吧！愿与将军共图王之霸业。嗯，我们现在应该打的貂蝉是个内奸，这个貂蝉是上一局那个邓艾。胡兰，晚上好。徐庶闲的慌，没事挂个闪电。雷杀！哎，兴许待会就把貂蝉劈死了啊！铁锁连环。将军厚德，受之无愧。吾奉主公之命。不知你要坚持到我第二回合开桃园开吴中啊，坚持住，金币好，坚持住啊，坚持住。决斗。复我大魏，扬我国威，千秋万载，一统江山。
等不到了，等不到了，还撑不到第四轮。爱无一用，是书生。我的是我的，你的还是我的，无中生有。像山若水哈。铁锁连环。你还没出过山呢。是双杀，还能出一张呢。乐不思蜀，冰凉寸断，杀。好，白胜。刚才要是我第二回合能开个桃园的话，哦，第二回合我如果说天都乐的话，我是能开乐加开桃园的，啊，开无中加开桃园的。哎，凶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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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那就是貂蝉那间了。今日之夜，哇，这个马岱有点厉害。昨天我有个觉醒孙策也被马岱闷死了。你们不要救了呀，貂蝉那间。这马岱有点强。大展宏图就在今日，授予天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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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家门教诲，恕不可为。也可以救，现在就是策反，因为貂蝉会跳钟的。就貂蝉救起来，他也不会跳那些。从祖宗方的角度来说是可以救的。好球。替我赴约。我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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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缄其口。我看了十分钟的戏了。哎，你把名剑给出来，名剑更重要。书又没举起来，亦能斩杀你。借刀杀人，无懈可击，无懈可击。为什么是借刀指我的呀？莫非貂蝉是个反？哦，好。闪。小女仰慕将军许久了。啊，我终于可以动了。终于可以懂了。
你把明线给出来啊。今日之夜，树某不能前往。杀，闪，桃园结义，可否替我赴约？亲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不错了，前面红了两次嘛。满足了。千金易得，这句马带有点核心的感觉。擒贼先擒王，打蛇打七寸。还好给曹丕回了一点血，无所谓曹丕会不会，反正又不打曹丕。悔不改，等于易乐，只有今日。杀。马岱这个枫红色啊，确实有奇效，就跟那个借关羽拼点拼赢之后的那个效果一样，那个是有奇效的。不过他这个比借关羽要稳定，所以自己选。借关羽的话搞得不好拼点拼输了，而且还要拼赢。今日之夜，树某不能前往。家母教诲，恕不可为。叔叔手牌不错的样子，手牌没杀人。可否替我赴约？将军恩爱百端，妾身何德何能，怎敢专美独占。
枫红色这么强的。桃儿，